通关车辆在横琴的行车动线。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了，在随车验放金启用前，不符合随车规定的乘客仍然需要使用旅检大厅通关，所以从横琴前往澳门时，车辆可以先在横琴口岸一层北送客平台下客，然后前行左转进入福林道，沿左方第二三车道沿路直行，然后左转驶入立交桥，通过立交桥后即可到达一层车道区域进行通关。而从澳门前往横琴时，如果需要接回乘客，那么车辆在一层车道区域完成通关后，右转沿道路靠右行驶，经过立交桥后从右侧驶入横琴口岸二层南迎客平台与乘客会合。祝您旅途愉快。